选择等你来选择，男嘉宾您会选择几号呢？男嘉宾，您会选择几号呢？说啊！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女嘉宾上场。我是来自沈阳王海华，我想找一个踏实、肯干的男人，也一心一意的对我。好，欢迎您好。听您的口音，你稍微有点儿。我是朝阳人，现在在沈阳居住。啊，就是在沈阳多长时间了？有20多年了。20多年，你朝阳的口音还没有改过来，改过脸。因为男嘉宾呢，他家是住在辽中的。您看，您老家是朝阳，然后在沈阳生活，最后再让你搬到辽中去，你能接受了吗？他要是只要是处着可以，就也可以考虑，也可以考虑。来，男嘉宾啊，在女嘉宾上场之前，男嘉宾有一套嗑，说要想找另一半，他是有标准的。身体健康。嗯。性格善良，脾气，脾气温和呗，温和，不要怼人怼的，不是你那套嗑可不是这么说的呀，对呀，就是怼人吧，也正常怼那什么也行，你别是说大话以后，别给怼死，对，别给怼墙根里就行，留口气儿，这个女嘉宾，您说话爱怼人吗？我脾气有点急，啊，性格呢，我心地善良，就是急到啥程度啊？我就是有时候性格就干活就好性子急，就是得快点干完。吓我一跳，快慢的谁控制你啊？我们编导可说你性格很好，那你是干活急，你不能说你性格急呀。干活急，就是比如说哈，你性格急，如果都是针对自己急，无所谓，对吗？针对自己，跟对啊，跟对方没有什么关系，对吧？你不是说站着一看，哎呀，地上有个毛克瓶，你给我捡起来，马上立刻，没，不是那种，不中啊，不是。所以这种性格急，你能接受不？可以啊，这个你是挺勤劳的，是吧？非常勤劳，看出来啊，对，过日子的好手。来吧，那接下来咱通过短片深入的了解他一下。2054号女嘉宾王女士，52岁，沈阳人，离异，孩子已独立。我是来自沈阳的王海华，今年52岁，我还有3年退休，现在帮忙帮孩子打理生意。虽然忙的没有时间做自己爱好的事情，我喜欢跳广场舞，现在也没时间跳，但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，很简单又很充实，感觉每天的时间过得挺快。我的性格开朗直爽，爱说爱笑，没有什么坏心眼。我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心太软，太容易相信别人，我朋友都觉得我太实惠了，这个人对事对人心太软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希望今天能遇上合适的你，爱的选择我来了。我想问一下女嘉宾，您性格比较急，您要求对方的性格是啥样？性格能让着我点儿，让着你点儿的。对，来，男嘉宾。啊，人在这边呢，你上那边找啥去了？这表现。你们在眼儿呢，我可怎么感觉？假如说只为一点小事要生气的话，就是你先主动跟我说话嘛。那肯定是这个意思。我那。我那原来那就是生跟我生气以后一个月两个月不吱声，咋哄不行，你咋？我一句话就说，那你这级别太低了，你这属于不用哄就能好。我看你还是尽量别生气，别没事找事儿，有啥生气的？既然到一起了，就别找气儿生，知道不？好嘞，我跟你讲，男嘉宾，您现在说话就在让人生气的边缘，对吧？没事找事儿，我看你说谁生什么气哈？来吧，打个分啊，一会儿再给你挖坑，要影响你打分，来，赶紧打。男嘉宾先给女嘉宾打分。90。女嘉宾给男嘉宾打分，也90吧。好，接着有请二位，咱们坐下来慢慢聊。有请。他俩还挺，个头还都挺大哈。个头，他俩还挺大。一个孩子。对，我儿子完事了，孙女都3岁了。我现在在沈阳住。有退休金吗？退休金1000多块钱。有那个医保都有吗？医保都有。